首先我想讲句对不住，同埋容许我衷心讲一句我爱你。请原谅我当日嘅任性无知，冇听从你嘅劝告，导致今日咁嘅田地，沦落到咁嘅后果，令到你担心不已。人哋打緊波，你喺度温書，哼！考試考到黐咗線，等我幫你搞下，交嚟。你温書壓力咁大，又要考試，死嘢啦！唔好同我，幫你搞下之餘，温書仲事半功倍。攞手嚟啊！冇啦，冇啦，点正啊？试下先啦。如果唔系我当日唔交损友，又或者我唔系 push 咗第一啖嘅 K 仔，之后因为冇钱买毒品而翻屋企偷钱，俾你撞破咗，就唔会有而家嘅境况。当日。我令到你心碎，我更加无耻地咁样推开你，我谂伤透咗你嘅心。又或者当日我冇吸食咗过量嘅 K 仔，迷迷糊糊咁样行出街晕咗，被警察发现，最后判咗入嚟教导所。或许我冇机会讲出今日嘅心声，妈妈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会戒毒，重新做人。我一定要同你一起走过最美好的一天。吸毒咧會令到家庭成員有產生唔同程度嘅困擾，佢哋會好擔心啦，好多嘅即係唔知點樣處理啦，亦都唔識勸導即係吸毒嘅青年朋友咧戒毒啊，形成咧好大嘅張力啦，同埋好多嘅爭拗。